嗨，大家好，我是一姐。一姐在美版知乎酷儿上看到一条俄罗斯网友的提问，问题是为什么繁荣的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呢？各国网友都纷纷进行了回答。美国网友 Tony Pagan 回答道，因为中国政府很聪明，中国经济的成功要归功于政府。不幸的是，俄罗斯政府并没有那么聪明。首先，中国人有他们的优先顺序，一赚钱，二把钱花在国内的基础设施上，三剩下的钱就花在军队上。这一简单而天才般的战略使中国走向了光明的大道，而俄罗斯他们优先考虑的是一把钱花在军事上，二对所有前苏联领土施加影响，三与西方对抗，但是试图忽略后果，告诉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是多么的伟大，四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宣传和军事上。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策略让他们陷入了现在的处境。因此俄罗斯政府宁愿站起来反对美国，向俄罗斯人民证明他们有多么强大，他们不会屈服于西方，而不是为了经济赚钱。幸运的是，中国采取了更明智的方法，一通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贸易来建立自己的经济，二让人民赚钱过上幸福的生活，三剩下的花在军队上，四勇敢地面对美国及其影响。因此中国现在所处的形势是非常好的。麦吉尔大学 MBA 博士小明郭回答道，苏联是第一个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苏联曾经是人类文明的领导者，当世界遭受大萧条时，苏联正享受着繁荣，西方借鉴苏联的经验超越了苏联，在大萧条后引入了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公共医疗制度等社会主义措施。中国向苏俄学习，向美国学习，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每一种文明的进步都需要10%的发明和90%的学习。中华文明积累了人类进步的所有成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多次成为人类文明的领导者。佛教是印度发明的，但在中国蓬勃发展到最高等级。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发明的，但在中国却非常繁荣，科学技术很快就会在中国蓬勃发展。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并驾齐驱的霸权国家之一，俄罗斯实质上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东正教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西方文明从古埃及到古雅典到古罗马到大不列颠再到美国，一个帝国倒台被另一个帝国取代，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王朝倒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王朝，但是中国始终存在并且继续存在。对西方来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当我停止掌权时，文明就会消亡。对中国来说，道就是真理，道就是道路，当一个王朝消失了，但道却依然存在，只要它存在并不断发展，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中国最终会繁荣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伦敦大学网友 David 回答道，谁说俄罗斯没有繁荣？作为从石油、天然气到煤炭等化石燃料的最大储备国之一，俄罗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它在钻石和黄金市场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武器和工程服务销售方面的表现优于大多数美国公司。美国网友 Tim Doherty 回答道，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俄罗斯是世界自然资源的供应国，两者都很繁荣，但中国通过制造业创造的价值在人口中更平均的分布，俄罗斯的资源由政府和政府青睐的私营企业出售，所创造的收入分散在少数被选中的企业之间。正因为如此，你会看到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俄罗斯亿万富翁们四处花钱，就像没有明天一样，而中国的百万富翁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学习，在世界各地购买房产并保持低调。韩国网友安迪利回答道，从根本上说，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增长，是因为他们专注于发展本国工业，而俄罗斯则因过度依赖本国的自然资源石油和天然气而落入了荷兰病的陷阱。俄罗斯网友 Sinan Ozeri 回答道，中国经济正在增长，但中国真的繁荣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普通公民的教育和医疗方面，俄罗斯远远领先于中国，它在军事上也比中国先进得多，中国最好的战斗机是俄罗斯的，俄罗斯有 Yandex， 中国有什么东西在 IT 方面可以与之媲美吗？中国网友陶英回答道，你可以在网上搜索阿里巴巴、腾讯，你会发现在他们面前 Yandex 只是一个婴儿。 Sinan Ozeri 立马回复道，尽管如此，这仍然只是一个商业上的成功，而不是技术上的成功，如果中国这么擅长科技，为什么还在使用我们俄罗斯的战斗机呢？各位网友，大家是怎样看待这位俄罗斯网友的回答呢？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记得点赞、关注、收藏哦，我们下期见，拜拜。